请观赏七色桥。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卖定捐区，就是为了还那笔钱。你撒谎，那2000万是牛振书毫无条件拿给袁德，因为他爱我。那是你太天真了，你为什么不去弄清楚这件事？好，我去问清楚。但是现在，我要你永远记住一件事情，黄罗天，我爱你，我是真的爱你，你每天爱你都在增加，请你不要再折磨我。我真的很痛苦，我求求你救我，我可以为了你死啊！我不能救你，我也不会可怜你，这一切都是你的幻想，你自己拿来折磨你自己的幻想。黄浩天，这也是幻觉吗？我可以立刻死在你面前，本来就不想活，是你自己要救我的。这回我不会再救你，在你动手之前，先问问你母亲，把她坟就在那里，她生你养你，就是让你这样了结你自己吗？爸，刚才有一会儿，我想到一些你小时候的事情，像是你在学校的表演，还有我从香港给你带回的洋娃娃。
爸，我都记得。哎，你只是爸爸最大的安慰。不论爸爸碰到了什么打击，或者是挫折，我只要想到你，我就能坚强地站起来。爸爸一直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。我知道，我一直知道。哎，唐子安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听爸爸的话，跟爸爸离开清泉居，我就当着什么事都没发生。不，爸，我不能照您的意思去做，请你饶恕我。告诉你，就这么简单一句话。我一生受苦，在贫穷、受人歧视中长大。你母亲又是那么的无耻，我为了防止家仇不外扬，我忍辱到今天。是他教唆你的，要你跟他走同一条路。不，爸，爱情出自个人的心。母亲这样，我也这样，不能压迫，也无可教唆。一切已经定了，我没有回头的路。好，好，就跟你妈当年的口吻一样，现在由你的口中再背诵一遍。但是你要记得，你这样做将害了黄洛天，就跟你母亲害了黄心如一样。你想一想，我们家的悲剧已经够大了，你不要再作孽了。以往已经过去了，那是你私人的事，我跟洛天又是一条路。爸，请你不要阻挠我们。你以为是我阻挠了你母亲跟黄心如的路吗？他要求跟我离婚，我答应了，那是因为后来黄心如的老婆不放过他，他情愿跟他一块死。我同情一个被抛弃的人，因为牛正素不愿意让你走，所以我也非常。不，爸，你弄错了。牛正素答应离婚，我对他并没有那么重要。他随时可以找一打女人来代替我。那是因为他一时糊涂才答应你的，他现在也答应了我，他愿意全心全意地接受你的委屈，也愿意接受你。就在外面等，跟我回去。哎，不，爸，你回去。不，爸，大小姐有身孕呢。爸，这不能这样。爸，不能吧？王老天，我是来把长慈带回去，是我穆家家教不严，才会出了这么一个败坏门风的女儿。穆伯伯，我和长慈彼此相爱，我不能让你带他走。好好好，全都是情种啊，都是不折不扣黄心如的儿子，没有你们那一套。但是我今天非要把长慈带走，我不能让他跟着你走上遭人唾弃的路。走，长慈。爸，从小你就不让我跟洛天在一起。我跟牛正说，是你为我安排的。你为什么不替我想想他怎么对我？我跟洛天，并不是为了追求享受。他被杀的时候，我并不期望他能够活得下来。我更没有期望他的双腿能痊愈。但是老天让他活下来了。现在没有人把我们分开了，啊！我求求你不要把我们分开。唐氏，唐氏，唐氏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现在是你出血的现象，大姐，我不是告诉过你这几天要千万注意吗？怎么会情况越来越坏了呢？姐，你一定要帮帮忙啊！只能观察两天，如果出血不止的话，我们孩子保不住。穆伯伯，你
先请回吧，这里有我陪他。难道我不能进去看我自己的女儿？常石今天为什么会躺到医院里？你自己心里明白，我不能再让你伤害他，还有他怀着的小生命。常石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全都是听了你的花言巧语。他以前是个孝顺的孩子啊。你要常石孝顺，请问你有没有为他的幸福着想过？她是你的女儿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，她不是你手上操纵的傀儡。请恕我再大胆地说一句，你不配做他的父亲。你竟然目无尊长地批评我。不不不，时间已经很晚了，你就先回去休息吧。长子的情况还不太稳定，你们就不要再吵了。我会再来的，谁也阻止不了我看我自己的女儿。姐，我可不可以进去看看？尽量不要吵到他。如果我保不住孩子，你会怪我吗？会的。只要你平安，只要你健康，我们都还年轻，我们将来还可以再生。刚才我躺在这儿，我问上帝，我是不是不配做着孩子的母亲？如果是这样，我甘心受罚。你配的，这么好，这么善良，这么不自私，上帝为什么要惩罚你？但是，我能给他什么？我能保护他不受伤害吗？有很多的爱，我现在就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会保护你们，绝不让任何人伤害你们。妈妈的那个孩子死了，我隐隐约约记得，我记得爸爸他，爸爸他。那些都过去了，不会再发生。我在这里，在你身边。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，不论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都会在你身边，跟你一起承担。你可以放心的让我这么爱你，长子，不要难过，不要掉眼泪，不然会手足无措。知道你对我好，我们不会发生那种悲剧的。老铁，你再这样摇的话，干脆让长石站起来算了。楼梯点。长石，觉得好一点吗？好大哥，哎，四弟，大姐，伯母，大姐，我来看你了。妈，您气色好多了。杰人说啊，长池很快就可以出院了。啊，那太好了，这次啊，真是有惊无险。我中午就想出院了。长子，我还是那句老话，你要多休息，尽量少动。千万不能再大意了。嗯，原来怀小孩这么麻烦啊！妈，你怀我们的时候有没有这么辛苦啊？哪个女人怀孕不辛苦啊？你以为你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吗？原来当女人这么麻烦啊！那还是当男人好了，尤其啊，要当像黄大哥这么英俊出色的男人就更好了。赤丽，
请进。陆小姐，有人送花给你。谢谢您。哇，好漂亮的花，我来看是谁送的。Darling， 祝你早日康复。牛振硕，是牛振硕送的耶，好给心哦。看今天情绪好像不太顺呢，是不是缺钱了？对呀，我缺钱，我缺2000万，你有没有啊？老大的胃口，你要那么多钱干嘛？我要帮黄洛天还债。黄洛天，有意思啊，真有意思啊！黄磊那小子真有一套啊。振硕，我问你，当初袁德给你拿的那2000万是谁出面借的？你问这个干嘛？反正钱是从我口袋里面出去的，绝对错不了。我要你说，你说。好，我说，我说，那笔钱是穆长子写借据向我借的，他答应一年以后还清。你口口声声说爱我。我被人家绑架，理所应当是你拿钱来赎我，为什么还要让穆长子来写借据呢？你明明知道我很讨厌他，还要让我欠他这份情。牛振硕，你这个骗子！骗子！你该死，该下18层地狱！哎，小翠，小翠，我对任何你都没有像对你这样，我好像找你的道士。我想，这就是人家说的爱。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，我要和你结婚，你答不答应？好啊，那你先去问问看穆立强，看他答不答应。如果他答应了呢？我们就请他当我们的证婚人。嗯，请他当我们的证婚人，表示我们很尊重你。他应该没有理由会反对啊。他凭什么反对啊？有本事你就要把穆长子给找回来。今年本企业团的那个房屋销售情形如附表一，各位可以看到它的曲线图，比照历年来有非常显著的进步，这个在总经理跟董事长领导下，非常好的表现。明年度呢，我们要特别注意几点，第一个是关于室内居住品质的提升，要做到是坪数加大跟进口家具的使用。另外一个社会现象是无壳瓜牛的产生，它产生原因是大家都晓得是都市人口激增造成房价暴涨，所以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。明年就要特别规划这个新兴的市场，这是一个重要课题。报告完毕。听说啊，你有什么意见啊？好，我没有意见。你个人有什么想法啊？啊，有有有，我在想。这个季节在巴黎结婚是不是正好？啊，该散会了吧？我还有个电话要打。好吧，会议就开到这儿吧。说，你怎么会想到跟李小翠结婚呢？她完全配不上你啊！爸，我接触的女人很多，我很少真心过，可是唯独对小翠。倒是有那么一份感情。那长子怎么办？你这样做不是便宜了黄洛天了？长子她是个好女人，我也想好好对她。只是我是个粗人，我不知道怎么讨好她。怎么说？我答应过你，就一定会叫长子回来的。我们两个情同父子，
我所努力经营的是我们的家族事业，我们两个之间缺一不可呀。这个我知道，我们的事业赚钱那全是靠你。可是一个人一辈子能够花多少钱？像我的父亲，他才活到50岁就完蛋了，他从来没有好好享受过他自己赚来的钱。我可不想跟他一样。你当然不会跟他一样啊，你比他更有前途啊。你现在在台北上流社交圈子里面已经有了知名度了，政界要人都注意到你了，这层关系就是你未来的重要资产，李小翠只会毁了你的前途啊。但是如果你非要女人呢、啊、不一定非要李小翠嘛。哎，你不是挺喜欢慈丽的吗？慈丽随便用啊。哎，你好你好。哎，正座，来来来，由你把慈丽介绍给大家。哎，各位各位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穆慈丽小姐，也是我的小姨子，今天晚上的女主人，因为那人身体不太舒服，在医院休息，所以我的小姨子只有妹带姐侄了。什么女主人啊？记得好好给你交代，多微笑。孙女士，来，我帮你介绍朋友。好久不见啊！来，敬礼敬礼。刘总，你的小姨子长得这么漂亮，是不是想一箭双雕啊？什么一箭双雕啊？来来来，我们喝一杯。我跟上帝说了，我不喝酒。上帝说喝酒没有关系，要喝醉就行了。来来来，敬。欢迎欢迎。慈丽，你今天晚上真漂亮。很多人都这么说啊，除了一个男人。哪个男人？黄若听哦。不要提那个男人。哎，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姐离婚啊？不要问这些烦人的问题。来，我帮你介绍朋友。哎，李市长，哎，来来，正好，来，慈丽来，敬敬敬周伯伯。我不会喝酒。哎，要给爸一点面子。周伯，我敬你。好，哎，李长敬你啊。哎，好酒量。李市长好酒量啊！来来来，再来一点，来来来。慈丽啊，我们一起敬爸。来来来，干一杯，干一杯。爸，敬你啊！李市长来。回来了，司令呢？我醉了，今天晚上睡在郑硕家里。你把司令留在郑硕家里，你存心是把他送进虎口了？哎呀，你大惊小怪干什么？郑硕是姐夫，又不是外人，难道他会吃了他？你明明知道牛郑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不行，我要去把司令给接回来。不许去！你忘了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？你说你一切都听我的，绝不干涉我教养自立，只要我留下他一条小命。怎么，你说的话都忘记了？对一个口口声声喊你爸爸快20年的孩子，你怎么忍心这么做？自立是无辜的，你怎么能毁了他呢？毁了他？哎，我这是救他，我是让他飞上枝头当凤凰，这有什么不好啊？长子永远是明的牛太太，自立是暗的牛太太，他们两个平起平坐。胡立强，你太无耻了！你无耻的是你，对着我跟黄先生私通，珠胎暗箭，你才是真正的无耻。
是谁把我送到黄金荣面前巴结他讨好他？好，就算发财找个净身爹，除了黄家的你就那么多，为什么就是你丢人出丑，让黄家人弄上了？好一个翩翩旧，就算黄金荣有眼光，为了这份情，苦苦的给你哀求，他给了你多少黄金的美钞？ 答应离婚的，但是你却出尔反尔，设计陷害他，让他破产。对，我就是要他破产完蛋，我要彻底的分开你们，斩草除根。你是凶手，你谋杀了一个无辜的小生命。你告我呀，让大家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，什么样的母亲，你为什么不告诉黄若天呢？告诉他呀。 冲动啊！开玩笑！我像是开玩笑吗？我冒着生命的危险越狱，不是来跟你开玩笑的啊！约德，你越狱啊！啊，你别说话！我要不越狱，我早就死在那里面。幸好有我的朋友帮我。 现在我要钱，要盘缠，跑路，懂吗？要钱没问题，你要多少我都拿给你。云德，别冲动啊！我拿给你，你别冲动啊！ 一切都是为了你。现在你跟我走。不要，我不要跟你走。哪有那么便宜放了你啊？别忘了，你现在还是我老婆，从现在开始你就得跟我走。 你要是乖乖的听我，我就把你当心肝宝贝，敢死敢抗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变了，你以前从来不打我。没错，我是变了，你就跟着我亡命天涯吧，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。
慈丽，慈丽，妈，慈丽，妈，我刚做了一个梦，好可怕、啊。别怕，妈在这儿。妈，我怎么没有换衣服就睡觉了？你昨天晚上喝醉了。哎，对，我不是牛头马面江的女主人吗？你不该喝那么多酒的，答应妈，以后不要再喝酒了，好不好？可是没办法嘛，我要给爸爸做面子啊。那些叔叔伯伯就喜欢看我干杯喝酒的。我的傻女儿，你就像一张白纸似的，那么善良单纯。你叫妈怎么放得下心你啊？妈，你不用担心了，我会照顾我自己的。还说呢，你知不知道是谁送你回来的？爸爸。是你哥哥袁德。哥他不是在牢里吗？他逃出来了。他越狱了。他到牛振锁家里抢了不少的钱，还把牛振锁给打伤了。他报警了，结果你爸爸到牛振锁那儿去了。不知道袁德还要惹出多大的事来。袁德还惨了耶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他是个糊涂人，尽做糊涂事，但是至少他还知道他是你哥哥，没叫牛振锁把你给糟蹋，是他把你给送回来的。你要出国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对不起，我心情烦得很，袁德恐怕不会这样放过我，所以我想出国散散心。目前你还不能走啊，至少你要把长辞的事情给解决吗？这件事你就不用烦心了，只要我不签字，他们也成不了什么事。就当是我把老婆借给黄洛天用用，到时候我连本带利把他讨回来。那我给你安排那些重要的会议怎么办？有你在就搞定了。你也知道那整个事情来龙去脉我根本搞不清楚。现在有些重要的场合你必须要出现，你已经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了。爸，看开点，人生岂不要及时行乐，是不是？袁德这次越狱死了一名狱警，他根本是个亡命之徒，也许他下一分钟就会要了我的命。在警察还没抓到他之前，我还是避避的。我亲手把他毙了。枪跟了爸爸十年，是英国制的，已经是古董了。可不可以借我看看？不可以，已经装了子弹了，会走火。那你拿在手上也要小心哦，很危险的。我袁德回来就毙了他。爸，你要把哥哥给杀了？他伤透了我的心。可是妈说袁德又不是真的坏。你别听他胡说八道了，我们家会出现袁德这种败类，他就是罪魁祸首。不能怪妈妈了，是哥他自己交了坏朋友。好了，你不要啰里啰嗦，出去。真的是枪啊！好了，出去，没一个人进去。袁德回来的时候要一枪打死他。
我从来都没有看过爸的脸色这么可怕过耶。他不会的，活毒不食子，他怎么会杀自己的儿子呢？也许啊，爸只会砍断他一条腿。司令，见到你姐姐以后，别跟他说这些。我知道了，孕妇啊，最好是看一些美丽的图片，听听音乐啦，这样对胎教才好呢。时间到了，今天我们让他听点贝多芬的乐曲。才两个月大，他听得见吗？最重要的是，妈妈听了优美的音乐，身心愉快，婴儿自然感觉到安全舒适。你都快成育婴专家了。事实上，我最近看育婴的书比我的功课还多呢。你不务正业了？没办法，谁叫我对你还有那个小生命那么着迷。洛天，袁德的事，长生，我跟你说过，袁德的事我们已经爱莫能助。但是他是我弟弟啊。喂，洛天，快来救我！我被袁德带到旅馆。我是说真的，我被袁德挟持了。你赶快照刚刚那个地址来救我，你赶快。喂喂。谁打来的？错，打错的。经常会有人打错电话的。哎，要不要下棋？我们来玩跳棋好不好？我无所谓。那我们就玩跳棋。你打电话给谁？还有黄国天。打他干什么？他是我哥啊。我只是要告诉他我很好，叫他放心。你告诉他我在这儿了。我没有，我没有说。我相信你，你已经出卖过我太多次。走，我们得马上离开这儿。你想跑？怎么想不干来别吗？不是，我是觉得这里不安全，我想通知你们。阿德，你想出卖我们了？没有啊，我怎么会出卖你们呢？我看在里面不怎么看得住啊。你干什么你？你这不好玩。他们不行吗？好了好了好的，我给你打个三点吧。走吧。该你走了。让我看看。你好像心不在焉，是不是跟那通电话有关？刚才是小翠打来的。她怎么说？她说她跟袁德在美丽华旅社，说完就把电话挂了。我一直在想该怎么办，是报警呢，还是私下去找他们？可是她又没有说地址，谁知道美丽华旅社在哪里？我又不愿意让你知道，但是我还是说了。长子，我真不愿意你再为这些事情烦恼。袁德真是一只迷途的羔羊，所做的事情一错再错。那你要我怎么做？在这里啊，我们现在两不相欠了啊。哎，干什么啊？放开我！别打！别打！
终于可以拜托我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你不会死的，我也不会走。我帮你去医院。走，小心一点。小心一点。这房间里血迹斑斑，显然是发生过打斗，只是不知道被杀伤的是谁。我现在担心的是小翠被卷进事情里面，恐怕要背上一个藏匿逃犯的罪名。如果他是被迫的呢？也许他想投案，被他们发现，然后把他杀伤了。当然有这种可能，不过要等警方侦讯过那个抓回来的逃犯。但是他们说那个逃犯被车撞伤了，现在还在医院里面。袁德真是糊涂。一步错，步步错。我只希望他能够赶快出来投案。